好，像双向细目表，这个细目呢，好，一变相是叫做工作满意度，然后工作满意度里面有五个部分，这五个部分是什么？主顾的关系，再来薪资报酬，再来自我价值啊，还有社会地位成就感啊。我刚刚跟那个王志明讲，王志明对不对？王世明，我说下一次不准在里面吃东西了哈。啊，今天你看还有几个一样啊，你们几个啊，下一次不要在教室里面吃东西。那贴的都贴假的，啊，就好像说很多那个游乐场所禁止戏水，水深危险，禁止戏水还是死很多人，啊，一样道理哈，啊。不要把它当作没有看到了，不好了。我们是知识水准，有知识的人嘛，啊，那睡觉的可以起来了，谁啊？摇他起来。好，假设我把构面把它列出来，顾主顾薪资、自我价值、社会地位、成就感五个部分是我很重要的东西。那好，那我把它分配题目，当然这是我虚构的了哈。等一下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哈。这种叫做双向细目表。那这个细目表呢，我必须要再怎么样，再把它发展出来。譬如说，什么叫主顾关系？这四题，这五题怎么写？啊，好，薪资报酬三题，那三题会怎么去写到？怎么去让它变成选项？啊，变成选项。什么叫成就感？什么叫自我价值？你会变成选项啊？啊，我举个例子，主顾关系要怎么写？主顾关系。关系一定是，譬如说你写说，您认为您的主管都会替你着想吗？好，或者说，假设我随便写一个哈，歪了就是手痛啊，没办法写。假设我现在画一个表，第一个呢，这构面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因素构面，这个叫做主顾关系。然后呢，题目第一题写什么？刚刚我讲的假设了哈，您的主管很关心您的工作，这一个题目是不是主顾关系啊？是不是？对吧？啊，这是第一题。第二题，主顾关系啊，您的主管会主动提供工作资讯，这是第二题。他会把你的，然后呢，您的主管，假设主顾关系嘛，哈。您会尊重主管的决策。哎，这不是三题了吗？很明简单简单的三题。那也许还有假设五题，我就写四题五题出来。这构面一个，然后题目内容是一个。这也叫双向细目表，而且把题目都写出来了。刚刚我没有写题目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没写题目啊，哈。好，那主顾关系我就可以写了五题出来啦，我就设计五题。那还要不要再多？如果你认为说，我可以多写不够，好，那可以多写，然后再来筛选嘛。啊，洪嘉玲，
会写这个题目吗？马上你们就要用到了哈，专题制作就马上要选课啦、啊，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哈。好，这种概念叫双向性目标，懂了吗？可以了解吗？每一个像现在主顾关系，我在荧幕上面写是一到五题，那题数是五题号，题数总共是五题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这只是双向性目标的一个规划，题数规划，接下来就是内容的规划，通通是双向性目标里面的东西。这个主要目的在于让你的效度增加，真正能够测出你的所要的目的啊。假设它是认知，它是一个知识啊，知识科技素养的知识，资讯处理的知识，好，资讯处理的知识，我第一个叫做构面，三大构面好了，搜寻资料是一个资讯素养，应用资料是一个资讯素养，对不对？储存资料是一个资讯素养，分享资料是一个资讯素养，四个都是叫资讯素养。那资讯素养到底高不高？那我就出题了，答对还是答错？啊，譬如说我在资讯的储存方面，我出了五题，对错是非题。第一题，啊，当你的资料做好，你的那个打好一个 Word 档的时候，你在储存的时候不需要选资料夹，是还是非？你答是，对了；你答非，不对了。那你就答对一题嘛，啊、哦。然后你把每一个把它分项，刚刚我举的例子里面，譬如说资料的收集、资料的分享、资料的查询，每一个都有一些题目让他去测，测出来就得到一个分数。那个分数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资讯素养的得分嘛。好，好，那很简单，是非题嘛，对错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这个呢是选择题咯，这选择题的时候啊，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写哦。两种，通常只有两种，一进来坐下来不要给我讲话。大家看到这边哦，我们假设是这种程度，我们可以用回答的时候说同意程度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满意程度。同意程度的意思说，您的主管很关心您的工作，你同意不同意？非常同意，同意，没意见；不同意，非常不同意。如果说你要用满意，像现在说，假设你的题目是出成，您的主管很关心您的工作，然后非常满意，满意，无意见，非常不满意，那就对不上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你要用满意的话呢，你要用满意度，像现在我要用主股。我要用这个主顾关系哈，当做工作满意度嘛，所以我通常会用同意程度还是用满意度比较好。如果满意度的时候呢，如果题目是叫满意度，那我可以改成说，您很满意，您满意哈。您满意主管关心对您工作关心的情形，啊，关心的情形。好，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看哦，如果你改成为您满意主管对工作关心的情形。或者你不要写满意都可以，主管对工作关心的情形满意不满意，哎，也可以啊。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不一样啊？这两刚刚说您的主管很关心您的工作嘛，对不对？同意不同意嘛？
如果现在是满意度呢？你满意主管对工作关心的情形，哎，那就是满意不满意咯，是不是？好，同样一个题目，我可以怎么样？同样一个题目呢，我可以把题目写成非常满意、满意不满意，也可以写成同意、非常同意这种概念来写，但是内容一定要符合，内容一定要符合。好，这就是双向性目标很重要的概念了。到这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们再接下来看哈。我刚刚讲说，我要设进这个时候啊，所谓的非常满意、满意、没有意见，然后呢，不满意、非常不满意，这五个叫做五点量表。如果五个，我们叫做五点量表，我也可以变成七点量表，或者四点。通常四点也有人在用，什么样情况用呢？就是没有意见那一栏不写，就是非常满意、满意、不满意、非常不满意。因为无意见常常会大家会勾无意见比较多，会集中在那里，所以我们不用，就四点啊。好，这个量表里面哈，你看它五点、四点、七点，它到底有没有分类啊？我看它五点到底跟别人的五点同样一个题目五点啊，譬如说成绩，假设你的成绩是在五级 A B C D E 五个级，那 A B C D E 是不是有关联性？它的分数有没有倍数或者其他的一个？啊，譬如说身高，身高不是有绝对零点吗？身高有零嘛，一二这个十公分、二十公分、三十公分，然后一百五十公分、一百六十公分、一百七十、七十一、七十二、七十三、七十三点多、点五、点六、点七，是不是有这样子？那是不是有一个绝对零点？温度多少温度也是有一个零点啊？这个跟我们现在讲的满意度、非常满意、不满意，这有没有差别？还有刚刚这个题目。这个题目也有它的类别啊，电脑 LED 力能，这个都是它之间有没有这个比例关系、倍数关系，有没有？没有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哦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把它分类哈，分成这种概念，叫做名义尺度，叫做顺序尺度，叫做等距尺度，叫做比例尺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课本上告诉你哦，课本上告诉你，在第几页呢？在十三，看一下，十三章哦，十三章里面哦，在第。266页开始，我们有这边特别说明，叫什么叫做名义尺度，什么叫做顺序尺度，什么叫做等距尺度，什么叫做比例尺度。这很重要，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尺度的不同会跟你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你用的尺度哪一种尺度方式，那你统计必须要用哪一种方式去做，这有规定的啊，有规定的啊。名义尺度叫做 nominal， 什么叫名义？叫做名目，这个叫做名义，这叫做名目，他们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们之间不要说，不是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他们之间没有所谓的倍数关系，没有所谓的加减，不能加减乘除的关系，这叫名义尺度啊。或者性别，男生女生，这边没有加减问题，教育程度没有加减问题，没有加减问题啊，高职大学研究所，这没有加减问题，他们之间是 互为一个名义变相，这叫做名义变相啊，这叫名义变相，叫做名义尺度啊，或称为名义变相，
这样懂吗？很简单的概念哈。那什么叫顺序？顺序就很简单哦。顺序也是什么叫顺序？假设我们现在全班这里面呢有五十五个名单啊，五十五个名单呢，我把期中考试的成绩从头到尾排序下来，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、第四名这样排序，不就是顺序尺度了吗？对不对？排序嘛。那什么叫排序？假设，排序的题目，谁可以举例排序的题目？排序的题目，林思妍，你有没有办法举例排序的题目？排序，啊。现在有很多家那个卖饮料的连锁店，那如果你跟这个关联，这个连接起来，你说排序是什么？你可以出一个题目。哦，然后呢，你就用一种名称说，假设你把什么五十岚啊，还是什么这么写出来，对不对？请问您，以您自己的看法，下列饮料连锁店，依你的自己的感受，排序把它排序写出来，啊，一最好，数字越大越差，那是排序嘛。那不就一个题目了吗？假设今天你要去做一个问卷，你的问卷是了解说连锁店、餐饮连锁店或者饮料连锁店它的受欢迎的程度，而不是用排序吗？对不对？或者说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，便利超商，你认为便利超商你便利程度来看，请依照便利程度将下列便利超商排序，以一最高最好，数字越大最数字越小最好，数字越大是越差，哎，那你就把它排序出来，叫做顺序尺度嘛，这样懂吧？啊，很简单的方式哦，因为你可以用超商，你可以用这个，或者说公司的这个。我们叫做 reputation， 叫做什么？叫做公司的名声啊，公司的名声，它的排名你给它排出来。学校的排名，我上礼拜跟同学讲哈，科大排名里面，我们全国是二十二名，忘记了。私立学校是十二名啊。好，这个排序就是我们讲的顺序尺度。那怎么来的？一定是排序来的吧？它怎么排法呢？他把每一个就业者呢，他的就毕业程度，然后他的毕业学校，他也会写嘛，然后他就把问卷丢给所有的抽样的公司，上礼拜讲抽样咯，分成取样哦，那公司就会把他勾说，哎，我比较喜欢的是排序排三名排四名排出来，排好以后呢，问卷的公司 Career 把所有的问卷收起来以后，排序一直累计累计累计，累计出来序号累计的总值最少的就是第一名嘛，其次就是第二名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啊、哦，现在我们在外面不管你去应征啊或怎么样，人家都用排序的方式哦，这是顺序尺度。假设五个人应征哈、哦，我写一下哈、哦，假设五个人应征。我写在这边好了。假设五个人应征，第一个人他的分数，假设了哈，这是 A， 这是 B， 这是 C， 这是 D， 这是 E， 五个人应征，会有假设有四个人去做评分哈，第一个人、第二个人、第三个人。第四个人评分，假设 A 这个人，这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个人评分，他评他第一名、第三、第二名、第四名、第三名、第五名，他假设是第二名、第四名、第三名、第二名，啊，第一名、第五名，假设这是随便写啦，三、一、二、五、四，然后呢，这个假设一、二。五
四、三。好，假设你去应征嘛，这是你去应征，这是考官嘛，有五个人，最后五个人进来了，然后他就用顺序排出来，排出来结果呢，这里面加总是多少？七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呢？九，这个呢？十四，这个呢？十三，这个十七。好，哪一个是第一名？虽然他有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第一名是他，第二名是他，第三名是他，第四名，第五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五名。他曾经拿过第二名，可是呢，总来讲他是第四名。这叫做排序顺序法嘛，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讲叫做什么叫做等距？等距尺数，等距。等距呢，跟比例啊、哦，这两个呢，很接近，很接近啊、哦。那我们通常会把比例尺度呢取代等距尺度，所以你在很多统计运算的时候，我们通通用比例尺度当做一个很重要的方式。好，比例尺度当做很重要的计算方式。那我们假设哈，假设了哈，满意度，非常同意，非常同意啊，这是五分，这叫做同意。这叫四分，这叫无意见。这是三分，这叫做不同意。这叫两分，然后一分呢叫做什么？非常不同意。抱歉，我手痛啊，我没办法写的很那个。好，如果这种概念的话呢，这里到这里。这是五分，这是三分，这是四分，两分，一分，是不是距离一样？对不对？距离一样叫做等距嘛，距离是一样的。按理说，在你心中，你要回答刚刚那个问题：主管对你的工作关心的情形，我满意，我非常满意。我自己心里面应该有非常满意。是五分啊，而且呢，我把这一件事情分成五个等份来看，我是站在第五的部分，这叫做我们讲叫做等距嘛，它距离是一样的啊，可不可以加总？可以啊，可以加总啊，啊，刚刚次序可以不可以加总？次序加总是没有意义，它只能排序而已。那等距就可以加总啦，因为它是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，可以加总的。好。那它有没有比例关系？有一点点啊，应该说比例一定是等距，比例一定是等距嘛。温度零度，然后呢，负273 K， 对不对？记不记得？如果绝对温度的话是负273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忘记了啊，我也太久没有用那个。好，一度、两度、三度、四度、五度。温度有它一定的，但是有倍数的。身高有零啊，零啊，基本是零啊，然后每一个0.1公分一直加，一直累积下来的啊、哦，这种叫做比例，比例有一定的比例啊，啊，你可以用一定的倍数来算，可以计算的哈、啊。那好，那这两个我刚刚讲过了哈、啊，通常我们在运算的时候，比例有比例的运算方法，然后。等距有等距的运算方法，那个是统计上面你要运用统计，所以必须要知道这个概念啊。我们在测验的时候，100分是满分，但实际上呢，它真正是比例吗？如果我们在考试的时候，100分满分嘛，60分及格嘛，所以它是比例，它是一个等距的尺度，但是它是不是比例？100分的人是60分的 1.4 倍，或者100分是50分的2倍。那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考试考50分的时候，某甲同学考50分，
某乙同学考100分，那100分的人的能力是50分的两倍吗？会不会是两倍？不会吧。所以它是一个等距，它不是比例啊。如果比例的话一定是两倍啊。如果你考试100分，某甲考100分，某乙考50分，那100分是50分的两倍，如果是两倍那就是比例的，可是它不是两倍啊，它能力不会两倍啊，它绝对不会两倍啊、哦、这种叫做等距尺度、哦、好，四个量尺分类非常重要、哦、四个非常重要，量尺的分类是非常重要，所以叫做名义、顺序、等距、比例等等、哦、那我今天呢，我把这几个部分、哦、跟同学做一下，这几个部分、哦、我会把这几个当作很重要的一个练习。那练习呢，你可以取先把题目列出来，刚刚我讲主顾关系，我就把它 写出来，写几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可以讨论的、哦、可以讨论的、哦、那我希望说我们现在发展，我曾经跟同学讲过我的目的，我上课从最基本概念一直下来到现在开始要做命题了，要做命题，从资料收集到命题，命题完以后发展题目，发展出来以后我筛选出来以后，我要给同学们做自己做测验，这个题目做好我要把它输入到变成一个档案，档案我统计分析给你看、哦、用这种概念来做哦，所以是真正把一个专题制作的概念整个发展出来给你们看、哦、所以我现在有几个题目给同学们去做发展的，现在每一个同学都有一组一组了哈，到下课以前呢尽量了哈，我没有办法要求你们都一定听到这边了，先听到我这边，等一下你才会做了，哎，安静一点，先听这边，譬如说我这边假设了哈，假设是工作薪资，假设工作薪资，然后呢它有四大项，它有月俸、福利、加级跟奖金，你可能假设以薪资这一组我在判断、哦、后面有几个三个薪资的、哦、我判断可能没有办法写到四项哦，因为或者说每一项呢可能没办法写到三题，有的可能只有写到两题而已，那没关系，你就发展两题，到时候我可以并，这叫做构想，构想当我写好以后就要并项了，并在一起，太多的我可以切开多一些分出去，少的我并在一起，这样懂吗？譬如说工作满意度、主顾关系，我刚好写了三四个了嘛，你可以写五题、啊、不要通通抄我的啦、哦、自己想一下，自我价值，好，对了，工作满意度那个薪资报酬不用写了，为什么不用写？因为薪资已经抽出来了，好，薪资可以不要写，自我价值写个两题三题四题写出来，每一个人写一个题目出来，整个完整的哦，像刚刚想说哎，我的主管，我会尊重主管的决策啊，这就是一个题目嘛，这样懂吗？可以了哈，知道意思了吧？一个项目啊，最少三题啦，最少三题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就开始练习看看好了。那有问题马上问我啊，好，可以。